就是我们有一个鸟语水的这节目啊，非常慎重的台湾人士会非常慎重非常努力去举办这个活动哈。啊，今天就是我们记者招待会哈，啊，希望各位记者先生小姐在我们会采访以后，那多多帮我们报道哈。现在我先介绍我们台湾人士会会长Judy 蔡信珍师姐，然后由你来介绍你们的。好，我来介绍一下哈，我们的今天呢，就是有我们狮子会的师姐师兄哈，赖玉琪，陈美玲，谢秀段，然后副会长就是将来的6月22号以后变会长陈柏宇。然后等一下请他介绍，然后王梅凤还有黄英敏师兄，然后有一位是台湾知友会，请您来介绍。那他台湾知友会的会长啊，黄婷博士，他是也参与我们这个event 的，我们很高兴他能够来参与。现在请我们狮子会长会长讲。介绍一下我介绍一下各位记者小姐先生们大家好哈，还有当然就是师兄师姐还有这个Friend of Taiwan 的朋友好，今天很高兴大家来参加这个鸟语水五集的记者会哈，鸟语水五集是在2003年在台北成立的，是由文化大学舞蹈系颜翠珍教授聚集一群这个就是说身障的朋友一起组成的哈。这些这个身障的朋友呢，他们有的是因为截肢，所以就没有腿啊，或者是没有手；那有的是小儿麻痹，那有的是视障，也就是说可能50%看不到了，还有100%完全没看到的啊。那还有一位是侏儒症的，他们就是克服各自的残缺哈，然后舞出生命力来。那他们的足迹呢，就是遍布台湾国内外啊，就是经常在台湾的学校或监狱去表演哈，然后在国外也去日本、来美国过。得到很多的残障人士才艺的首奖，好，那我们美国台湾人狮子会呢，因为听到说他们有意愿来美国，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想法。那大概在半年前呢，就开始正式的筹备，然后邀请他们过来。那我在7月的时候，我有到台北。那他们每个礼拜六呢，都聚集在东门国小的舞蹈教室练习。这些人呢，普通他们都有自己的职业，然后礼拜六的时候就会聚集在东门国小舞蹈教室练习。那有的甚至是从花莲过来的，那我看到他们在练习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他们就是很快乐，然后就是重复不断的动作，这样很努力的在练习哈，然后脸上呢都很多灿烂的笑容，还有这个非常的有自信心哈。那我就一下子我也自己觉得好像没有感觉他们有身障哈，所以就说很佩服他们这样子。那这个鸟语水他们的团员呢，他们就是就是说有很不完面对他们很不完美的身体哈，但是呢就是自己很努力创造自己的人生。那给我的启示呢，我是觉得说要更加的这个就是热爱我们的生命，这样那尊重彼此的差异哈。那我相信如果来看这个鸟语水表演的人以后呢，碰到挫折我想应该会很勇敢的去面对，然后去解决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能够来看他们表演，这是非常励志。那也希望大家来帮我们宣传一下。好，那下面呢，我就请我们副会长来，陈柏宇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我们有主办四场，那时间地点，好。好，各位记者朋友们，那个这一次我们很高兴邀请这个鸟语水这个团队来南加州给我们这边乡亲跟一些外国朋友做表演。那我们 design 的总共四场，第一场开始是在5月31号礼拜五那一天晚上7点，我们将在洛杉矶侨教中心做表演。那侨教中心的 facility 可以大概600到800个人。对。这个已经我们也做一些 flyer 再 distribute 出去，也希望记者朋友们帮我们宣传一下。所以5月31是在侨教中心。那第二天礼拜六6月1号，我们将会在 Bowen Park Performing Arts Center。做表演。 Bowen Park Performing Arts Center 是一个比较 professional 一个 stage， 那一个 facility 有400个座位。那一天我们将是以卖票的方式，一张票10块钱。那这个收到的这些收费，我们是会把它再捐出来，以狮子会的名字啊，再捐给这边的一些慈善机构。所以6月1号 Bowen Park Performance Center 6点开始。那接下来第二天6月2号礼拜天，我们的鸟语水团队将会去圣地亚哥台湾中心，也做一场表演。那天是下午4点开始，4点到6点在圣地亚哥台湾中心，6月2号。接下来让他们休息几天 ，Following week 6月7号的礼拜五。他们将会在 Laguna Woods Village Auditorium， 就在那个尔湾下面 Laguna Woods 那边也做一场表演。那一天这个 stage 也大概有800多位的那个，这个所有的这些表演，除了 Bowen Park Performance Center 以外，都是义演，所以这个 ticket 是免费的。我们是主要是希望，有兴趣的朋友能来参与，来看他们的表演，给他们一些资历啊。这些人真的是身障，但是又不 give up on a life， 那很有那些精神，在一起训练，一起表演，而且表演得非常好。我们就是希望有这个机会啊，让群众们能看到他们的这些精彩的表演。那谢谢你们帮我们宣传。好，那接下来我请那个，我从这边开始好了，请那个谢师姐跟我们讲几句话哈。你对于这个活动，你有任何都可以讲。我是小秀端哈，这回这个台湾人十二会办这个鸟语水这个残障的舞蹈来这美国表演哦。我感觉到吼，上大的意义就是讲，咱用这个咱的四肢拢是健全的吼，人来咧看这个四肢吼，有的天生，有的是后生，不健全的人用因的毅力、因的勇气，会安尼来学舞蹈吼，表现因对生命的追求，美好的追求。这回我负责这个卖票呢，我这个6月1号也差不多卖了有60张哈，也不错啊。这个31号也发了40张。我得到的一个就是说，因为那6月1号爱做这个场地，所以意思10块。31号呢是免费，结果我跟人讲了哈，因大家。我伫这个church曲团体啊，是朋友的团体吼，因就讲我就100块给你，你就这个票就送给人去看。我这50张哈，他们拿了这个31号的免费，但是他们都捐钱。他说我礼拜六不方便，那个地方太远，但是我给你票钱，那给我31号。所以我就感觉就讲。这里人吼，
啊，拢有这个爱心，有这个贴心，所以就会阮这个鸟语水，因鸟语水有诶阿婆想知影是虾米意思，啊，你若加这一个残障吼，因就知影讲实在是真值得鼓励甲支持，所以阮也希望讲媒体这个先生小姐们啊，给我们哈、啊、好好的宣传一下。好，阮这个，阮的努力市场公园，阮的努力会当得到正好的结果。我加一下鸟语水哈、哦，那个严教授他为什么取这个名字？鸟，他是因为那个残障的都是受身体的禁，好像是不自由嘛，禁锢嘛哈、哦，所以他说，诶，可以像鸟在天空中飞啊、哦，自由的飞翔哈、哦。那水呢，也能够形如流水。啊，这样子慢慢的，甚至通到大海，好、哦，这个就是它的主要取这个的意思。然后接下来我们写，不过这个解释是我发明的，但是严教授同意我的解释，所以他从来没正式那个，所以这个取名哈、哦、是我们余中春我说的解释这个名字。好，那我们请那个陈师姐，我是叫做陈美玲哈，啊，我是感觉讲咱这鸟语水，这个表演来。让你让千影请他们到我们美国来这里表演，他们不辞这个辛苦劳累哦，啊，跋长途的跋涉，而且他们又长期在那里练舞，没有感觉到说他们有残障的这个那些困难，去世界各国去演出，我就感觉讲哦，伊把这个舞蹈的这个美，把它用来表现出对这个生命的这个热爱。哦啊，对这个人生的这种可贵的这种艺术，好人就令人就钦佩啊。所以我想讲，请我们各位这个记者先生小姐们哈、哦，就大力帮我们宣传啊，这样子。我记得我也在卖票的时候，有的人就说啊，我就不要拿票了，我就多少捐给你们去这个推广这个。我说不行，你一定要拿票，你一定要来参加来观赏。然后这样就是给他们一个精神的鼓励，就是这是我的感想。对，赖师姐，我叫赖一奇哈，我是想说，社会上其实有爱心的人是很多的，那刚好我们有这个台湾人狮子会有这个机会来举办这个有意义的活动，我们是觉得很珍惜，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这种表演就可以让我们身心健全的人去感受这种有缺陷的人的一种他们的另外一种精神表现。那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来观赏，然后体会到这种另外的一种精神，不一样的精神哈，在生活中的表现。谢谢各位。好，那个我们请 Frano。台湾的古太和，还是要他们。要不然先我们狮子会里面哦，让王师姐先来讲一下。对，他是贵宾，贵宾等一下要才讲。我们很高兴，我们美国人哈，美国台湾人才会去举办这个教育的活动，所以哈，阮规个团队也是讲，我才会拢真踊跃去 push。个市场会当演落足好个，因为咱要用身心健康的人去看身心有残障的人的表演，真的是咱令人感动。所以吼，大概因虽然以前捌来表演过，但是因的人员拢有变动，因的曲目嘛变动。我是感觉讲吼，真值得鼓励，尤其记者先生、小姐，佮泡沫一个吼，吼会当讲座无虚席，予大家人拢会当来看到，因为有个人。无经过即个创伤，哎呦，我伤痛是毋知要安怎保守家己的生命，所以世间是安怎有一挂生命线啊、阻塞的人，迄就是都身心不健康，互因个会当看到一场有残障的人来表演个遮好的时阵，会用鼓励因的信心，这是美国人西雅会拢咧做这款比较有意义的慈善的活动，吼啊，大家会当来join安尼，多谢。黄一鸣先生 ，OK， 我叫做黄一鸣啊。我
我这个，迄帮我听着讲要稍微办这个活动时，我是感觉足惊的就对了，因为这个物件对你来讲啊，实在阮的人会的人不加少啊，但是这活动是遮尔正大哦。啊，搁一班搁要办四场呢，啊，搁有诶 local 是较简单，啊，搁有去走甲十二个区，走甲这个，走甲这个 Orange County 迄有较远些哦。你干那 transportation 你都真麻烦啊吼。啊，伊搁大家搁有一个身体上有啥物残缺哦，所以这个责任上来讲也是蛮大的啦吼。啊，今仔日我是直接就是讲要甲大家讲，因为我有看伊在这個 interview 伊家己会员的这个，因好伊去讲伊为什么会参加这个活动哦。诶，因迄个叫表演者他们的心声哦，伊讲有个人本来是足无自信的哦，你是讲平来本来好好人，啊因为截肢啊是安怎，啊都变做敢若讲破相片，啊都唔知要安怎吼，啊都咧活在那个痛苦的黑暗的深渊中吼，足艰苦的对。啊后来呢，就是因为加入这个舞团哦，那在不断的这个锻炼中间呢，发现说原来他也可以跟活得跟正常人一样的好，啊伊都开始的。伊都这个信心哦，继续搁活落去啊！而且呢，他要把这个信息啊传给这个全世界的人哦，大家拢知影。你卖讲因为安尼都失志，因伊嘛有法度甲正常人做赶快的代志，甚至于更好，他能够跳舞，我们还不能跳舞呢啊！伊过来跳舞，你知影跳舞偌艰苦呢？伊就去舞台顶头，伊就要打看这舞台规模，打到这规模，啊无伊呢目睭无快能。讲开的时候，可能负责的把豆跟拜有来去拜时，或者看有人因又舞台上掉到下面，就是因为他没有时间去量量看到底这个舞台是多宽啊，他踩的脚步啊会不会踩空哦？所以你看嘛，他们是用这样，他完全没看到的，完全没看到的，他能够两个怎么配合去演出呢？那黄龙先生把就有快了，那就配呢，两个人要配舞都很困难，他没看到怎么去配舞呢？所以他是蛮困难的啊，他是一步步去量我这动作怎么样，我这动作要怎样，然后他假如说跳起来，他怎么去接他？在 interview 里面有一个就说，他去接，结果没有接到，砰一下就掉下去，说啊，哎呀，他可能脊椎骨断了两根，啊，他这边呢，啊，所以你的话被话，哦，还好，他没有摔断，也干嘛叫内疚？说这个说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大家一起跳舞，我们如何说把它演到最好，然后呢，把自己的信心都把它跑出来了，所以这就重要，对能年轻人是一个鼓励。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来看这个舞，你看了以后你非常有感动，你会感动。我们不知道若需要人家抖内，这抖内是另外一个事情。我希望大家来看，能够激发自己内心的那个的一个向上提升的力量，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任何人讲，遇到困难如何解决，然后你走出阴霾，然后能够创造你的后来美好的人生，这最重要。所以希望大家记者先生、小姐们。多多帮我们宣传这个，我们希望说不但要有钱，也要有人，人场，人场，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大家配合，尽量配合，谢谢，谢谢。OK， last but not least， 我们请那个台湾人之主，自由会的会长来讲，因为台湾人自由会跟梁一水舞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过去两场都是由台湾自由会在带头来举办的，那这是他变成一个配角的事情。不过他也是很积极的，台湾自由会也非常积极的要来把这个事情再办理好。那么请王博士介绍一下你过去的经验，还有参与现在的活动的一些感想，谢谢。说到鸟语水哈，这鸟语水哈，实在是真我感动的一个舞团。因哈欠脚欠手，但是哈无欠头壳，啊无欠意志，因会当哈表演个遐尼好哈，实在是真我感动。顶届来的时阵，他拄啊，迄个黄会长有咧讲过，讲挂落去吼，迄就是因为阮迄阵啊无注意，就迄个舞台有较细，啊舞台有较细吼，啊因照因拢照因本来就留好诶，啊迄个夹在真臃肿吼，啊挂落去是有人甲扭起来吼，吼啊迄个，我是讲讲因。因哦，迄
唔是干呐个人诶意志，因为团队诶精神哦，实在是真正互人佩服啦，吼、哦。尤其因哦，因迄个团队，我捌去过台北吼，因咧训，因咧迄个咧练习诶所在吼，啊去了吼，哦，我发现讲，即个人伫美国我当着诶时阵，搁较可爱，因吼、哦。一日看我到尔，哦，讲叫我着爱甲因斗阵食中昼，但是我迄工拄啊无法度爱食中昼吼。啊，因拢是炸物件吼，去遐食中昼，吼、哦。啊，我第一摆食着迄落麦尼亚粿，吼、哦，我来美国了后麦尼亚粿三四十年毋捌食着吼，哦。啊，因迄嘛拢摕出来，我规个因。因要食的物件拢摕出来，吼、哦，我足感动的啊！要离开吼，我安尼依依不舍。啊，即个讲的有没？感觉吼，有没？很感动。嘿。啊，所以吼、哦，因的意志吼、哦，甲因的迄个表演吼、哦，拢有关系啦。因有意志。所以因的表演也真好，吼、哦！啊，因也无管讲家己身体安怎，但是伊要爱咱观众吼，真欢喜吼！啊，所以即摆吼，若大家会当来参与吼，我相信因会真欢喜啦吼、哦！所以鼓舞较侪人来吼、哦，尤其吼、哦、少年的人、囡仔，互因看讲人。身躯无好势，人就会当表现到遮好。啊，咱身躯好势，是安怎歹拍拼吼？啊，所以我就感觉讲，这个真有意义，这传吼真有意义啦吼、哦。所以忽然在台湾这，迄落连续到十年前就开始连连续续改好才能改来啦吼、哦。我即马社会，若会当安尼？安尼吼，迄个办啊，遮尼好吼，办啊，遮侪场吼，比阮较早办的拢搁较侪场啊。我真是真感激，嘿，真感激会当替遮个迄个残障的迄个台湾人吼，啊，互因出来表演啊，出一挂气吼，安尼，即摆真是拢是啥会办的啦吼。啊，我忽然走台湾是，piggyback， 吼、哦，这piggyback 是迄落吼，是迄落得到好处安尼吼，啊，所以也感谢社会即摆的活动，就这样。好，我可怜哥先话补充一下吼、哦，就是，你要看一下他们这个。哦、那边有 po 啊、有给你们 flyer 啊什么哈、哦，你他们虽然是残障哈、哦，可是他们整个舞团表现出来哈、哦，不能打折扣的，他们跟普通经常练习那个舞团是一样的，好、哦，他们的水准是旗鼓相当的哦，他没有打折扣，所以呢，他们表现出来是，他也不是需要人家去可怜或怎样，他们真正要人家来欣赏的哦，所以希望有这个 message。所以有些说啊，我不要去看，我听到残障，我不要去看的，没有的，他们是表现出来是专业的，哈、哦，所以希望这样。啊，我可能要再补充一下哈、哦，因为这个经费哈、哦、是非常庞大的，我们这一次做的是很用心啦哈。哦四个场地，比如说侨二中心可以，我们希望可能排到客满啊，差不多700个或怎样哈、哦。可是我们是有专业的音响跟灯光，我们都有在请哈、哦。然后其他市场也都是专业的，有花钱去灯光跟那个音响都有哈、哦。所以就是我们有用心在办，然后。这个 cost 的方面、哦、其实是非常庞大。在台湾他们这个飞来这边旅费、哦、我听说是福伦社来出啦、哦、在台湾的。那这里呢是我们台湾美国台湾人士指挥我们自己去募款、哦、
募款，然后我们最重要比较多的是我们每个师兄师姐，我们自己斗内，好，所以其实也是蛮大的开销，两三万左右了，哦，是二三四场都是要售票，对不对？都没有，只有一场售票，那一就是有一场是Boeing Pub 的蜂蜜，那10块钱，对，10块钱都不用售票，都不要，对。那6月1号那一场，我稍微补充一下哦，6月1号那一场，我们会donate $2000给一个狮子会，有一个会，他是 sight and hearing， 就是眼睛有问题、耳朵有问题的哈，有一个 foundation 会帮忙他们捐2000块，然后另外2000块我们会捐，他有一个叫 California Foundation， 是有什么天灾人祸啊、火灾啊什么的哈，那个有一个 foundation 也会用2000块给他们。那这个呢，我们当天我们会请这个鸟语水的团长啊，就是说你们残障，可是你们也甚至这是他们表演嘛，那我们那个收的4000多块就由他们来送给这两个狮子会的 foundation 这样子哈，原则上是这样。那个余师兄有什么事再加一下啊？大家看到那个照片上哈，他在讲那天跌倒的，就是前面那个，他是完全瞎的。那后面那个跳的是一张一个腿，一个脚的。那天跌倒就是前面那个，因为他看不见。那你看到有一个棒，有一个那个是盲人的拐啊，拐杖啊，那个就是盲人的拐杖。大家看到那个图看不见。那个这个构图是什么意思？其实那个就是告诉你我是白障，我是眼盲的哦。那我们这次非常重要的时候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不但把好的他们身体有残障的，但是他们跳舞跳起来是非常美的。而且过去2场。都没有很专业的灯光跟音响的来配合他们，那这一次非常特别，大家说哎我已经看过了，其实我们真正把他们表现出来才是这一次，所以我们用心的不但让大家欣赏到这个跳舞的意义，同时欣赏到跳舞之美，所以这个是舞之美生之颂。生之颂是严教授找出来的，舞之美我是加上去的，所以我把它这个连起来，生舞之美生之颂连起来比较有意义。然后把英文是那个会长的先生帮忙来翻译这个英文的名字，所以整个我们都是一个团队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们最高兴的就是我们这位师兄，他所有17个人来团队住在他的旅馆，他完全奉献7天，五个大概需要5个房间的，他奉献，他有这么能够奉献这些的话，帮我们解决一个很大的经费上的问题哈，那个我们特别感谢。那。有10天嘛？哈，没有没有，只有7天，3天。然后他们袁教授说：“哦，我们这次来了，大概以前3次，还有到San Francisco 一直到 Salt Lake City， 他们都表演过。那么这次我们他们住的旅馆最好的，他谢谢我们能够安排这个给他们住的地方哈，